陆兆君雄博士，各位嘉宾，各位会董，各位转学的兄弟姊妹，我是郑慕之，是圣诗会的会长。今天晚上是非常之高兴，更加我们感谢上主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聚集一起，大家一起去欣赏，亦都参与一起去颂唱一些传统的圣诗。今天晚上虽然天气非常之热，虽然我们亦都是在暑假悠长的暑假当中，但亦都看得到，亦都在各位参与的热诚来讲，跟我们的天气是不相伯仲，可以有得比。今天晚上大家来带着个心情，不是来听我讲嘢，亦都不是听很长篇大论的的报道。今天晚上大家都是来，大家都是因为喜爱传统的圣诗，所以大家今天晚上都是带着一个心来到我们中间，一起参与去颂唱圣诗，希望透过传统的圣诗，把我们的属灵的感受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能够带给我们更加的进步。今次的颂唱会，我们很开心，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我特别要怀念一个我的很尊敬的长辈，大家熟悉的孔彦韶博士。孔博士虽然今晚不能够亲身来到我们中间，但我相信他的精神是一定跟我们同在，他亦都在天家遥遥去祝福我们圣诗会的工作，亦都是跟我们一起参与今天晚上的这个的颂唱会。今天晚上我们要感谢神，孔彦韶夫人和他们一家人有很多位都是在我们中间，我们希望圣诗能够带给他们心中的平安，更加让我们透过圣诗会这个这么有意义的工作，是孔彦韶博士参与很多众多的推动的服务工作、传扬主道的工作里面的一个项目，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个的项目去深深纪念到这位我们尊敬的长辈。今天晚上我们亦都很感激，很多谢陈康博士、刘永生先生和谢任生牧师呢，是为我们作为主领。今晚我们的大会诗班呢，就是由教会的乐谱乐团，亦都是我们有赞管乐团，亦都有小组的合唱，是香港的蓝星圣咏团，是帮我们带领我们，还有是颂唱一些好的圣诗。今天晚上为我们担任女光独唱的是有陈泽恩小姐，用风琴伴奏的是刘永恩小姐，还有是用钢琴的是有严翠珠小姐。今天晚上大家知道，我们看到台上高很多很多的演出者，但是在台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幕后工作者，我不能够一去多谢他们，但希望呢大家一间息间都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是去多谢他们。今天晚上我们选择道路、真理、生命作为这个颂唱会的主题，我相信我们所拣选的圣诗都是大家耳熟能详，或者是有些大家是很熟悉的，但是呢是一些重新编排的传统圣诗。希望今天晚上的颂唱，不论是在台上的颂唱，或者是跟我们一起的颂唱，都能够把我们带到我们属灵的一个更高的境界，亦都给我们在灵命上高是有所长进。更加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为我们的工作是多加祷告，亦都希望各位在座的圣诗会的会友是为我们做一件事干，就是能够广招更加多的会员成为我们的支持者，因为透过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可以不断将传统的诗歌
是在香港不停地去重唱，亦我們當然是很欣賞一些新的音樂、新的編排，但是我們亦都覺得傳統的詩歌是何等的美，何等的能夠令到我們是投入去一起去重讚神。希望我們這個聖詩會活動是能夠得到大家的不斷的支持、不斷的推動、不斷的禱告，能夠一日比一日更加興旺。我不再阻礙大家的時間了，在這裡希望今天晚上我們大家都有一個非常之愉快的時間，一起投入、全程投入去重唱傳統的聖詩。多謝各位。容許我在這裡用少許時間去再提大家，就是台上面的不是今晚的主角，神是我們的主角，所以我們每一個都是參與一台戲，將我們的歌聲來獻給我們的神，所以你的參與是重要的。每一首詩歌究竟是詩班唱，究竟是會眾唱，是唱四部還是說齊唱，都已經很清楚印了在每一首詩的前面那裡，大家你按照那個的指示我們一起唱，而我們將一切榮耀頌讚歸給我們的主。Thank you.
亚，阿门。神不单止是至圣、极善、至尊的主，祂更是属于我们。耶稣属我，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唱述，这个是我们的信息，是我们的诗歌，是有福的确据。心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宣告话你系道路、真理、生命。就喺呢个好多人充满咗迷茫、迷失咗方向嘅世代里边，你系我哋嘅道路。主啊，当人心被迷惑、被世界好多事物去吸引、被好多歪理所蒙骗嘅时候，主啊，你宣告你是真理。主啊，当很多人去恋斩在世的生命，甚至用各样的方法去延续生命的时候，主啊，你又宣告你只是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怀着盼望，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基督啊，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恳求你不容我们迷失，因为你是道路，不容我们对你失去信心，因为你是真理，又不容我们在你以外倚靠别人，因为你是生命。求你指教我们，我们应该去信什么，应该去做一些什么，还有我们应该在哪里找到真正的安息。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各位请坐。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道路，凡是动物有脚的人都要走路。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它能够创造林林种种的路，有大路、小路，有马路、有泥路，有低洼的路，有迂回曲折的小路。道路我们常常都需要，每一天我们要上班下班走路，上学下课又要走路，买餸或者做任何的事都要走路。不过人究竟走了什么的路呢？路对人的意义是什么呢？人和其他的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很独特的权利，它能够给道路有名字。所以我们有弥敦道、有太子道、有窝打老道，很多道路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道路是非常的重要，只是我们常常在其中走着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这条道路引导我们去哪里呢？究竟为什么我要走这条路呢？这条路究竟带我去一个什么方向呢？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却至终引致灭亡，但亦都有一条路人以为愚拙的，却引进永生。究竟道路是什么呢？不如听听以下的歌声吧。Thank you.
詞所描寫的是茫茫原野，是前途越走越黑暗，但詩人卻在詩篇二十三篇提我們，耶和華就是我們的牧者，常常拖帶和供應。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而我们用跟着这首诗歌来去表达，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去恳求，求善牧你要引导我们前行。
原来当在十字架荣光照耀底下，我们就赫然发觉世界的虚荣是不足贪图，因为主的居处何等的佳美。《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嗰度提醒我哋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世上会唔会有一个好聪明、好有权贵嘅人，去问一句最愚拙嘅问题呢？有，呢个人就系审判耶稣的比拉多。比拉多对着耶稣问：真理是什么？其实真理是不是什么？真理是不是一个 what？ 还是真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真理是谁？就是一个 who 的问题。所以比拉多的问题
是问错了，问得非常的愚拙。因为在当他问这个问题的对象，这个人就告诉他知道，真理不是什么，真理是谁的问题，而对你讲说话的这个就是谁，这个就是真理。其实真理在中国的观念里面来讲是非常的抽象，难怪余英时先生他曾经提及个中国人将真理这个字加多个理字就非常的重，非常的繁复，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还是听下下面的歌声好一点。
我相信每次我们唱到好像圣手受创，我们纪念耶稣基督被钉的一些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是扎心，我们心里面会是难过。我又相信在座每一个，我们都曾经被神的爱拥抱，神的恩去感动我们，以致我们懂得赞美。但是我又更加相信我们每一个都好像彼得一样，曾经在神面前许下海口，承诺永远去爱神，但是一次又一次他是跌倒。我们一起唱《你知道我爱你》这首诗歌，一同来到去纪念昔日彼得怎样在耶稣基督面前来跌倒。我们在神面前来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生命好抽象的一个概念，可能有人认为倒不如一碗翅仲有价值多啲。咁玄妙嘅嘢，我哋去讲啲乜咧？好，我不如唔讲生命，讲死好唔好啊？如果有个医生对你话：老兄啊，我睇你来日都不多咯、哦，可能你会好诧异，这个医生就系耶稣。耶稣话俾我哋知道，如果我哋唔知道死亡系乜嘢，我哋点知道生命又系乜嘢？你怕唔怕死？你怕？唔怕？你都要死噶。我哋唔需要惧怕死亡，因为我哋有一个生命嘅确据。好耐好耐之前，有一本好流行嘅书，就系《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作者的恩师 Mori 就对他的学生讲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说话，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死的一天，但是没有人当他是真的。如果你要知道自己会死，并且随时都做好了准备，那就好得多，这样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真正比较的投入。你只要学会死亡，就会学着怎样活着了。所以生命并不是抽象的东西。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死亡是什么呢，让我们正视它。因为我如果知道死亡的答案的时候，我们活着是更加的精彩，更加的有意义。不如我不要说那么多，有让诗歌带给我们生命的信息啊。
我们不单止可以藉着诗歌向神来祈求，当我们绝于言辞，不知道如何去感激神的时候，我们更可以献上我们的心曲 My Tribute。歌声真的能够感动人心的，但是神的爱更加是确实的。
你怎样去回应神的爱呢？不如就现在让我们唱生命在此首诗歌。生命在此首诗歌，副歌说我岂能等，我岂能等，生命在此愿为主而活。我们一同起立。Yeah, more.
与我们每一个人对耶稣基督说，主啊，我爱你。更与我们每一个人在每日的生活里面说去见证神，我们愿意从我们被人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同起立，用从你见耶稣的诗歌一同的立志。站立，用爱慕耶稣的心领受上帝的恩福。使人夜间歌唱的上主，我们现在聚集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要寻觅人生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没错，上主，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原来你不在别处，你就在此时此地，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上主，容许我们诚恳地向你请求，求你使我们的生命有所转化和传承，接收我们向你每一声的歌颂和感恩，好叫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篇向你献陈的生命的乐章。为此，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怜悯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请大家仍然安在座位上，等待这个电乐弹奏完毕。
我是晚安第九届圣诗会见。